这秋田里面撒了秧苗，这个水撤了一天了，马上就要干了。我们等会儿看一下，这一塘里面肯定有鱼，我们等会儿看一下有多少收获。老爸把这个沟弄开一点，那个水才能弄出去。好多小鱼，里面太多了。田里面好多小鱼在动。 现在的话已经马上7点钟了，马上就要天黑了。大山里面空气很好，等天里面的水干了，就可以拿鱼了。哇，拿到一个小鱼了，这里面鱼很多，就是水不干，很难拿，拿了好多个了，够吃了。这是我们昨天的收获，开始做了，哇！ 这是昨天的收获，今天开始做，老爸再洗一下，下锅了，马上就可以出锅了，好香，出锅了，这个藏起来放冰箱里面，等一会儿等它冷了以后。 放点辣椒面上去，那吃一口，他吃一个，特别香啊！这个咋香啊？你们有喜欢这样吃的吗？特别小，这个鱼没有鱼吃的，所以说一个一个的吃，特别好吃。这是我家啊，我家就这样子的。 今晚好多鱼，这里有一盘，这里这一盘也是鱼，这个是炖一炖的。